我是爱奇艺中国新说唱制作人吴亦凡。中国新说唱，跟我一起让世界感受中国说唱力量。中国新说唱，我年轻我说唱，我年轻我说唱啊，这不是要说我吗？说我吗？我年轻我说唱嘛，那我就是这样一个代表，代表年轻一代的新这个说唱的新生代的力量。中国新说唱，中国新说唱，我年轻，我年轻，我年轻，我说唱。希望通过节目找到更多年轻有为的青年，有才华的青年，一起去玩说唱，一起去发扬中国说唱这个文化。我很尊重车导的，很酷，车导挺搞笑的，车导说很严肃，但我们是好兄弟。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要敢于去创新，敢于去挑战，敢于去承担风险，突破一些以前可能大家没有想要去做或者没有做到的一些事情，不管做得好与不好，都要先去尝试才行。我希望自己能够继续坚持这样的一份事业，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能够影响更多的年轻的朋友们，让他们也能够有这个看到希望，然后更有上进心，然后更加努力去做这件事情，因为一切都是皆有可能的。对，爱奇艺悦享品质。